左手抓着后脑勺，我看就直接全胜就不说了，还有这个五次抢，哎呦，哦，倒了，上钩，再踢后手，哎，反击，漂亮，拉过去，胡阿把佩德罗顶在龙边，勾腿想要摔，往反方向拽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佩德罗抱单腿想摔，抱腰，胡阿直地站起来，中了两拳，持续的打击，箍住了佩德罗的手臂。嗯，并吸两次，哇！脚岔开，再次高扫，再扫倒了，失去平衡，这就是将军啊！停断，后手，后手还一个，上钩又塞进去了。哎呦，互拿把内围顶膝，左右摆拳无助啊，将军现在展示给我们就是不屈的斗志。再次顶膝，小心不要顶到裆部啊。有很多的名将是很好的运动员啊，选手，我觉得将军胡阿无愧很好的武术家这个称呼。是想试图勾没有成功，两人终于回到站立啊，重击13-33，胡阿想抱单腿拉不动，想往边上换没有成功，拉倒，但是木村，哎，没有，啊，逃出来了，逃出来，看来刚才非常优秀的一个摔，是看来刚才佩德罗是主动做了一个倒地，对，主动做的，想要把胡阿的手臂翻起来，对，没有成功，对，让子将军后摆倒了，倒地，小心地面砸拳，砸击，连续的掌底拳，罗西瓦尔开始叫你要打回去，我们看将军已经摁住了，叫停了， TKO 了，地面踩踏的将军好像又回来了，我们看后手拳，佩德罗失去平衡往后倒，将军过去一个右摆，刚开始是砸，我们看左手慢慢的往上提，倒了。我觉得这个滑倒完全像是有点滑，这个倒地有点像滑倒的感觉。左右手的连击，左手抓着后脑勺，我看，就直接给你摁在那儿，我就砸，爆虎啊，有点像砸蒜泥那种感觉啊。Mauricio。